现在首批规划的是我们一共是六十八台天线，2026年的年底要在南非完全建设成功。在我们设计的高峰呢，是每个月要有四台天线交付。一个就是这个波束变形，第二个就是高的电磁兼容性，这两个是其他望远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指标。我的这个天线它接收到的这个噪声的信号要比常规的这个天线接收的要低80分。